些啦。确定啊？快点啊！老师，他拍照的时候都是不要怪我哦。哎呀，没有问，变成你有决定权了、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哎，袋子给我拿去啦，很恶心哎、欸。一起写功课。我其实是一位全职妈妈，当孩子到了国中，到了高中，其实他们长大就没有很需要我。那刚好在这个时候呢，看到社会上很多一些弱势的家庭、弱势的孩子需要被照顾，那我就去跟教会一起来从事就是照顾、陪伴。克服这些弱势的孩子大概也五六年的时间，里长他也同时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就住在正德里嘛，他就在我们家的楼下，所以他大概也知道就是我在教会然后从事陪伴孩子这样的一个工作。他刚好希望有一个专职的老师来负责，那他就找我谈。丽青老师他是一位非常有爱心，而且他是一位非常有耐心的一个老师，来帮忙教养这些弱势家庭的小朋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位老师。住的附近都有这样的小孩子需要，我觉得我好像有那个责任，然后我好像也应该帮忙他，所以我就大概一天的时间，然后就答应他，然后就马上就上场这样子。都没有打招呼啊、哦、来，你这些的就是大概所谓的隔代教养，然后外配的新娘或者是单亲，然后或者在经济上的弱势，然后目前大概就是有12个。你们的作业先拿给老师看吧。我干预了。哦，真的在哪？好，老师，你把我的也加进去了，是吗？好，等会老师呗。你们吃点心，老师赶快改中低年级的功课哈。啊，高年级的等一下就加油了。我觉得这些孩子来这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完成功课。这些孩子若没有再来这里，很有可能就是老师交代他的功课，因为家里没有人陪，他就没有完成。若没有学习的精神，若没有学习的态度，你大概什么都无法吸收。那这些孩子曾经都是功课无法完成的，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帮助他们将功课完成，你知道那个心情是怎么样？我是走路有风进教室，我功课写完了，老师我没有欠你功课。孩子来到这边，我们除了将他们功课就是看到完成之后，其实我是主体的检查，因为我必须去主体的检查来发现他们在学习上是卡在哪里。但你看他们数学，比方二年级啊，进位的减法，他们就很容易卡住，所以你就看他错的部分，我会再教他。那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的大学生呢，会进来帮教他们，就是发现错的地方，由错的地方去加强他们，再教一次。哎，这是我们可以这样子帮助他们的。文多有声音，你所有的玩具就是跑到垃圾桶哦。但我听到你的笔在摔桌子哦，就这样。你这样影响我，还影响到旁边的同学，我真的非常生气哦。我再听到一次，你的玩具就是垃圾桶界哈。我已经给你三次机会了。其实小孩子爱讲话吵吵闹闹，我觉得难免，因为我们都是小孩子过，大概都可以理解。他们在学校其实那个被约束的更紧，我希望来到这个地方我不要那么紧。那唯一不要犯的
的大错就是欺骗。郑泽勋老师希望你讲的是实话哦。你跟姑姑讲的话要实话哦，不是你想讲什么话就怎么讲哦。郑泽勋，看着我。你这是看我还是瞪我？你刚刚讲话有没有真话？有真话，我真的不语言不认我。你说，你跟姑姑说，我将你画画的东西收走，这样子对吗？我有收你画画的东西吗？没有，我说你说我用欺骗我，我一定要处罚。欺骗我说谎话，我一定会生气。我处罚方式当然就是一定要功课补完啦、啊，然后来在老师在那边站一下，议事议事嘛，总是要处罚。我总不能这样子大声骂，然后轻轻的放下。这些书都是我们社区的居民，他们孩子长大了，然后他们就把他们的书就捐给我们里长，那我们就把它整理起来。那孩子每次写完功课的时候，我就会要求他们看三本书，因为我觉得这些比较弱势的孩子其实常常出现就是那种文化上的拉锯更是不一样哈，我有透过阅读来补上。那客服班可以把自己的作业完成，完成之后还可以和大家一起互动，玩一些游戏。因为我觉得你可想而知哈，这些家庭回去的时候没有人陪他，要么就看电视，要么就看手机，是跟人那个互动其实是没有的。但这些呢，大家就住在附近，那其实他们那个彼此是非常熟悉的，我觉得他们可以说是情同姐妹、情同兄弟，所以他们享受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是不孤单的。大家在这边玩，然后尤其是功课写完的玩，真的是毫无负担的玩。在陪伴孩子这件事情上，其实在对我的生活上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是很 enjoy 在里头。那其实我个人除了不止陪孩子这段的时间上，我还有很多的时间，比方说我也喜欢画画，我礼拜一会去跟一些朋友一起画画，或者是自己会拿相机啊，东拍西拍，其实时间还蛮充实，好像可以做的事情也蛮多的。姐姐也希望我抱她啊 ，Doki， 你看 ，Doki， 你不要过来。嘿嘿，好来，妈妈过来，妈妈在，来，啊，妈妈怎么了？不喜欢 Doki 是不是？她现在叫我去房间，然后只有跟她，嘿嘿，啊，怎么了？不喜欢 Doki 是不是？啊，妈妈摸摸。我个人的特质好像比较着重在关系的建立上，所以我比方连跟猫跟狗都要有关系，连植物我都会，所以我都会有情感，所以我个人好像在关系上我会比较看重。妈妈说坐下，好，握手，还没不要吧。有一件事很让我开心，就是假日的时候都可以来老师家里玩，还可以吃糖果。
我相信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在陪伴这些孩子上是很有意义的，但对我来说其实是有趣的，而且我个人更多的时候是享受在跟他们的关系，我一点都不会觉得麻烦。比方说他很晚的时候把数学题目赖给我要我帮他算，其实我也觉得蛮甜蜜的。然后或者说这些孩子他们受委屈告诉我，然后我也不会觉得负担，我觉得我好像还有这样的爱可以去爱他们。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多的是我跟他们的关系，那个在关系上的建立，其实我还很享受在那个关系当中。在路上看到我还记得我立青老师，我就很高兴啦，就是这样子啊。